准这里的辩论。是。希望你就是可以公开辩论。因为感谢苏万志先生的团队，针对我们的市政政策来发一个辩论的邀请。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希望候选人能在政治上有那一份心，每周甚至每天就可以来辩论。我希望满意不要在每天的沟通谈话拿出去的口水战，不再浪费社会的成本。我相信这次能冲热点，那也希望。蓝绿可以正面看待这些事情，不要再任何一次被丢脸。感谢大家。